应书于两位蔡宜恩、李定甫、郑雨涵、陈静茹、汤宜蓉、于彩玲、蔡佩芝、黄宏林、朱玉汉、汪宗泽、黄义杰、邱永成、林正轩、陈义琪、林书瑶、施浩田、吴瑞婷、黄以德、苏子涵、庄凯婷、王丽媛、黄海维、卓令熙、陈少恩、林若曦以上30名毕业生上台领奖。我们邀请家长会委员朱天林先生为我们颁奖。小朋友们，敬礼。